大家有没有玩过那个 VR 眼镜？最近我也是看到很多老外玩这个 VR 眼镜，然后做出了一些让我无法理解的动作，甚至还有人在这个 VR 的世界彻底放飞自我。我也是十分好奇这个 VR 眼镜里面到底能看到什么，那么鄙人也是求贤若渴的买来了一台 VR 眼镜。海鲜市场淘了个二手的，这不就是商场里面的玩意儿吗？50块钱十分钟，这个新的也就2000多，我瞅一瞅啊。哦，这就是 VR 的世界吗？这好像在太空哎。这是我的床、沙发、茶几，这边还有哈勃望远镜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这也太炫了吧！这个能不能用啊？这假的啊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进入了商店，可以看有非常多的游戏可以玩。我们先随便选一个啊，来个打拳，荣耀擂台。Rated T for T。这怎么还要付钱啊？我玩游戏我还要再付88。哦，我花了2000多买了一台游戏机，然后里面没有游戏。Damn！OK， 刚刚我找老板了，他说给我送了几款游戏。我们先随便挑一个玩一下啊。中世纪射箭，开始游戏。我手上有一个弓，来射一下啊。这个箭，来射一个。没有箭了。将手移动至腰部以下，然后抓握箭就可以拿起弓箭。腰部以下，有了。好，看我给你们瞄一个啊，帅不帅？来射点别的啊，这还有啥？射个桶看一下，射不爆。这还有帐篷，帐篷能不能射？射一个看一下。什么声音？可能是幻听了啊。那么下面我们就要找一下那些老外玩的东西了啊。找了半天还是没找到啊。刚刚我又找人问了一下，这个玩意儿还得上网买资源，又花了我58.9啊。喂，这么多文档。不过像这个时刻，就得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啊。启动。像我这刚换的布罗斑马零号智能床，专门为智能床定制的弹簧床垫，一弯折支撑性更好，通过调整床板角度，让我们身体保持一个平衡轻松的状态。这个太空舱模式就仿佛漂浮在这个太空舱里，睡得更香。同时拥有心神唤醒和哄睡模式，起床零痛苦，入睡零拖延，从此告别失眠和赖床。关键还支持100天试睡，退货的运费。开始了。我在一个就是教室，旁边有个黑鬼。我在干嘛？这是老师，这是在上课。这两个坐最后一排的，一看就不像学习好的啊，还在抽。Kowalski。啊，抽。Kowalski。干嘛？干嘛？Boże morda, jakaś taka niewyraźna。听不懂他在讲什么鸟语，咱们直接快进啊。好。怎么没人了？同学呢？怎么就剩我了？怎么了？还把门锁上？我去！可能我是这个上学时候成绩不好，对老师有一点阴影。不过我这朋友肯定喜欢，我去让他试试。有见面了没有？有了。是不是很真实？对。现在再也千万一下，好，你看左上角是不是有个设置？点一下是不是里面有很多文档？带着头浮云吧。然后你走到第一个签子界面。有了是吧？现在是不是来到一个房间？好，那我先到旁边去了。现实甜蜜，然后今天就会有风雨。